还是第一代阿嬷咖啡，我是第一代阿嬷咖啡。在这边可以服务大家，大家都嘛是有功无求啊，那样。这种一路嘛喏，大一路嘛，伊袂少，咱你直接火杠啊，冲的下味落去，下味落来。一直叫我们练习，练习，练习这样，对。所以说，所有能生巧。是被冲落去，啊啊，等他那个再膨胀起来。手冲咖啡，阿嬷满口的咖啡精，其中86岁的吴桂珍都当阿祖了。哦，咖啡来了，我这回要等下手拢出来做，问过老师好食无？好食，评价没办法，就感冒。感觉就像我们自己的家，然后这边要看到很多长辈，那种那家己的阿妈。困难用盘啊，较困难，盘啊伊较细腻啊。我介绍这咖啡，什么咖啡啊？这是这个咖啡是那个阿妈不要紧张。好想不出来。尽管有时候会断片，不过这群阿嬷要开店，都得先要爬到二楼。上次有一个老人会，70几岁的，整团上来，有5个不上来，就很好奇，讲啊老店在创啊，我讲老店是阮遐70、80岁阿嬷在煮咖啡，你搞我骗80岁爬去哩，我讲真的啦。然后这5个哦，就爬这个楼梯，就慢慢的哎吐起来，吐了快1分钟。见识过大风大浪，这些小困难不算什么。桂珍阿嬷有10个孙子，8个曾孙，她还务农到79岁。做工做甲，做工课做甲老。对啊。啊，遐老出去拢会用笑呢，遐老在做工课，那就帮我轻松，还是人来安尼，足欢喜。太厉害了，对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哇，这阿嬷太强了。桂珍阿嬷很会鼓励同辈，但她也常督促自己。阿叻，当二点三，刚才偶尔过敏几次啦。这个头啊，好起哩，好起来就好。往下拉，往下拉，啊，这样子让左右。尽管不识字，但肯学是他的人生哲学。无聊啊，对不？无聊啊，无出来，家己一个，不是靠点心就办法啦，就足给老人自在真好差嘛。他跟我说，他要很认真的学，而且要很快乐。乐观不认老的精神，咖啡阿嬷要继续为社区飘香。